哎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呢，我们直接在这儿防御，然后呢，哎，他也掉下去了。这个可能说，我觉得是 AI 设定有点问题吧，因为这个敌人呢，可以看成一个，我天，我差点掉下去，啊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天哪，这个地方有是漏的，这个地方是漏，大家需要注意。啊，可以看这地方是一个直角，然后由于这个敌人 AI 刚才可能是想对我们使用一个这个跳跃攻击，啊，等于是跳出来还没有着地，直接是等于是掉下去，所以说也是这个 AI 也有点问题吧。然后呢，这边啊，这边有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应该是，应该是从这边走的，这么走应该是走不过去的。我之前好像是试过，然后摔死了，摔得很惨。这样呢，我们保险起见，还是从梯子上好好的爬去吧，不要滚了，滚下去的话还是很危险。哎，看见没有？那边的箱子呢，是从这个地方跳下去。哎，我不要爬梯子，我要读这个信息。哎，剑用跳跃是从这里跳下去，然后呢走这边，那边可以看这个有一些这个。这个柱子啊，就是一些石柱，从这石柱中间等于穿过去，是可以怎么说呢？是可以拿到那边的箱子的。应该是这样的。然后那边呢，是这边这个地方可以下去，但现在呢，暂时没有太大的作用，直接是走这个白光，哎，快消失！哎，从这个白光穿过去，然后从前面，主要理由是前面有一个萤火，这个萤火呢，我觉得还是。感觉还是挺有必要的吧，因为，哎，推一下，可以说刚才这个教堂里边还是挺危险的。我是为了防止再走一遍，所以我决定先把这个萤火呢给它，先去在那个萤火激活。而且哎，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呢，等于是这个东西等于是这么一个给放下来了吧。放下来之后呢，哎。哎，我跟你血拼，我跟你血拼，你信不信？哎，我发现我最近啊，这个手柄一直是，之前我也提过，这个手柄是，是我买一个罗技的一个手柄，但是它貌似是好像不太有点设计缺陷，就是经时长不长呢，它就会这个信号貌似就是断开这么0.5秒，然后造成我的输入它没有识别，然后0.5之后呢，它等于是有一个延时，才会把我这个之前输入的这个命令给执行出来，还是非常的危险的。这样我们是再推一下，推到这个地方应该还可以，不能再推吧？推到这边，然后呢，我们直接是往下走，这个应该是推到这儿了吧？要是没有推到的话，我们再推一点，应该是，哎，我们看一眼啊，我们走推过了，好，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，这个是要有好的，不想放弃了，然后这个是幻影墙壁，这样我们直接是在这里先点一下萤火，哎，然后可不可以升级了？还不可以，但是马上就可以，马上就快了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什么吊戒指？这个不错啊，这个地方一个太阳掌的戒指，这个戒指呢，也可以看看它这个写的是提升奇迹的威力，这个是我们游戏中相当于是我觉得类似于神圣法术这么一个概念吧。然后它写的是继承了阳光的。这应该是最后这个游戏最后这个 boss queen 他的这个等于是长男吧，但是呢这个 boss 待会儿我们可以看着，这个地方我还真不太清楚，你之前只是我随机发现在这个地方他写着要有戒指啊，我也不太明白，这个触发条件究竟是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一般我就是之前我记得是站在这儿，然后这个写这有人留言说是这个戒指还是什么幻影墙壁之类的。然后呢，你在这边把这个戒指摘下来，貌似还是没有太大作用。然后再戴上，
没有作用，再摘下来。哎，好吧，这样我到时候再直接是去查一查吧，因为这个地方还是，我之前确实是就是无意间发现的，因为所以说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了。这样我们直接呢是回到之前，这个之前是在萤火处休息了。这样休息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戒指带一个。还是戴这个寻宝戒指吧。哎，然后我们是推动了中间这个开关啊，这个开关之后呢，等于是来到了这个建筑，实际上是刚才我们是走这个房顶上走钢丝这个地方的下边。哎，大家可以看，这个是上边这个很细的钢丝啊。哎。可以看我们的攻击距离还是很长的，直接戳死了。这地方呢，可能是我们的是甲非常的厚啊，所以说这些敌人呢对我们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。但是大家假如说，哎，哇，好吧。大家要是这个攻击力啊，怎么说呢，甲比较，哎，你敢和血？甲要比较低的话，还是我去。哎，敌人居然没有死。甲比较低的话，这些敌人呢，由于攻击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说还是很危险的。然后这个敌人一般呢，他们都会掉飞刀，也可以看非常的敏捷。哎，戳一下，再戳一下，哎，这回死了。看到没有，都是飞刀啊！不过飞刀就飞刀了。这个地儿呢，怎么说呢？一般我就直接是双刃武器，就直接是跟这些敌人血拼了。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还有一个萤火，所以说现在呢，感觉血拼的话，哎，可以看我们攻击力是非常的接近啊，基本上马上就可以给他们直接打死了。哎，一个这个冲刺攻击还是能给他打死的。也不错，一下打死俩。又是飞刀。然后这个灯下面这边有一个东西啊，这个物品它是一个强力法术器。这个实际上是之前这个是在上边这个吊着这盏灯，等于是被敌人是给破坏下来了。这个尸体呢，这应该是等于是在这个灯上的一个尸体。你要是不把这个灯打下来，这个强力法术武器貌似应该是得不到的，就是也是注意一下。然后前面呢，另外一具尸体，这个尸体还是很重要的。但是这有一个，哎，他又翻滚了。哎，这样把他杀死之后去捡这个物品，这个还是很好的。一套黑铁的一个套装，然后呢还有巨剑跟黑铁大盾。这个呢，大家想不想起来，在之前的这个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这个 Sin's Fortress， 它等于是有一个这个拿着大盾的骑士啊，是这个吗？应该是吧？对，是这个，拿着大盾的骑士，他，我找一下盾牌，这里，哦，感觉是不是长得跟这个东西很像？然后这由于是大盾，所以说它这等于是招架变成了格挡，不是变成了这个盾机。哎，发现，挺有意思啊！发现这个盾牌太重的话，我们想格挡的话，这个人也会使出一个非常吃力的一个格挡姿势来，挺有意思。哎，这个黑铁套装呢，它是应该是火焰防御率啊很高，大家可以看这个高达19点，普通的东西呢一般都会低一些。
这个应该是一个，就是轻甲，它等于是法术看可能高一些，但是物理防御就极低了。这样我们还是换回我们原来的这个装备吧。可是现在这黑铁是68的防御，然后我们十日装甲是91，还是要高很多的。诶，哦，我们的盾还是不对，还是这个盾，也不错。这样我等于是回到了正常的翻滚姿势。这样前面啊可以看有一个很大的一幅绘画，这里可以调查。然后我们直接到达了什么什么什么的绘画世界，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上呢是一个，可以说是隐藏的世界嘛，我觉得像是一个隐藏世界，但是我觉得它起码是一个可选型的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呢，它是BOSS 也都是可选的，所以说也是完全是可选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推荐大家一来，因为这个地方的。就是可以是 farm 经验值啊，非常的不错。然后这个之前我记得是在我们出生那个地方，等于是又坐这个乌鸦回去一次，回去之后拿到这个人偶，这个人偶实际上是进入这个世界的一个相当于是钥匙，就是给大家提一下，要是想来这个世界的话，这个人偶是一定要拿到的。然后呢，前面等于是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，马上会遇见一个萤火，所以说也是之前是跟大家提，就是说这个。哎，为什么是要就是推荐大家？就刚才我是为什么在血拼啊？因为是等于是因为马上就有一个萤火嘛，这个不拼白不拼，反正是要补给一下我们这个元素值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啊，可以看这个敌人貌似不是很强力的样子，这个貌似目前来讲是，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种非常非常讨厌的敌人，所以说还是这个地方还是挺讨厌的。啊，这个上面，哎，找一个尸体。这个尸体呢，我觉得跟之前这个就是这个灯啊，在这个等于是应该是这个绘画的那个这个大教堂里边那个灯笼，就是等于是一样，它等于是上面有东西吊着，我们可以是直接拿弓箭给射下来，射来之后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尸体上东西捡出来。要不然呢，我们就需要跑到这个可以跟上面有个平台。你需要跑这个平台上，用近战武器把它这个东西，把这绳子给打断。打断之后呢，我们等于是还给在这个再下来，所以说还是很危险。哎，这个地方注意一下，这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一个这个埋伏。可以看一下，刚把这个弓箭射死，然后旁边就有两个敌人，而且远处还有一个弓箭在射我们。哎，这样我给你对射。说歪了，哎，先把这个敌人射死。你看看远处来了一个这个会喷火的人，这个呢，他这个喷火由于是法术攻击啊，所以说还算是不是很危险。而且呢，看他这个大脑袋，也正好应该是被我们锁住了，这样直接给用远程攻击射死吧。哎，最后见看一下，还没有死。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，刚才这个敌人死的时候呢，他身上是等于是爆炸了，爆炸之后喷出了一些这个类似于血一样的东西。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敌人，我天呐，太恶心了！这个敌人呢，我们推荐大家使用那种长枪，看见没有？这个直接是喷爆血了。爆血的时候，假如我们要是在他的这个肉搏范围内，等于是近身范围内呢，他会直接的这个等于是。让我们中毒，而且这个还是剧毒，非常的危险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个，就是攻击距离比较长的武器吧，打起来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哎，然后哇，这不是第一次发现远处可以看见这么一个人，所以可以射到吗？
貌似射不到啊。哎，但是呢，我们把这个物品给捡一下，捡一下，我记得，哎，看见没有？这个人就飞过来了。哎，好在是怎么说呢？他的这个，你说这个强忍度啊极低，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用双手武器打一下就会硬直一下，还是很好打死的。但是也要注意他们的这个，这应该是哈比吧，他们的这个攻击力啊非常的高，而且有一招是刚才应该是发动出来，等于是他是张开翅膀，然后是向天上飞起来。这个呢，他实际上是你要是不注意的话，他会直接骑到你的这个脖子上，骑到脖子上之后呢，哎，发现这个有物品要拿了。这个世界的这些物品还是隐藏物，不是隐藏物，就是比较藏的比较深的物品还是挺多的，也是非常容易落下。比如说这里跳下之后，然后一个什么干缩手指，这个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啊。嗯，这里是哪儿啊？哦，这里是直接是上来的，然后这里这里，这样我们看一下吧，这个下面有什么东西。哦，有堆这个会猪叫的老鼠，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。哇，哎，这帮老鼠不一般都是很害羞的吗？哎，就像这只，哎，老鼠还是掉人性了。这游戏中所有老鼠都会掉人性，所以说要是刷人性的话，可以来刷老鼠。哎，它也掉了一个。这个我也不太明白，这个老鼠为什么是我听着很像猪叫声，不知道大家听着像。然后这边这又是一个物品，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等于是用弓箭射死了这两个人的地方，等于是我们从要是走上面那条路线的话，相当于是等于绕了一圈就绕回来了。这样这个地方应该是正式等于是消灭干净了。然后这个地儿，哎，好吧，这样我们跟他对射吧，先把这个人射死再说。都射死了。这个人怎么说呢？还是我觉得挺烦人的一个人，因为他那个人在那边，一会儿我们进前面这个屋子会受到大量敌人的袭击，然后他呢会直接是从后面等于是偷袭我们，还是很危险的。这样这边还是有一个绳子，应该是给他射掉。射掉以后呢，一会儿我们到下边的时候就可以是直接就捡了，不用是再花多余的功夫。哎，这个地方。可以看一下，哇，哎天哪，我的视角刚才是右手的手柄，发现我这个手柄，天哪，真是太烦人了。哎，把这个敌人呢箭直接是引到这个门口啊，因为门口呢还算是比较，哇，他怎么还在喷火？你敢不敢过来？引到门口这个地方，由于是比较狭窄，不会受到敌人的多方面的这个包夹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危险，比较安全。要不然你冲进去的话，还是很危险。你看这个，这儿有敌人啊，可以看上面还有敌人。他们不下来吗？算了，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是先冲进去。哎，先把这个敌人，哎不，先给你打一下，再打一下。再打一下，赶紧跑！哎，看到这儿有一个敌人，然后后边应该貌似还有敌人，所以这个地方敌人还是非常多的，也是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就是同时被这么多敌人呢跳来了，被这么多敌人同时等于是哎闪开，直接是闪开，千万不要被他这个爆炸的这个死亡式爆炸攻击等于是抓到，哎又来了个敌人，看见没有？因为这个上面啊，它是一个就是两层这么一个构造，看到没有？又一个。他是敌人是指不定就是从哪里跳来直接是偷袭我们一下，还是很危险。哎，你到底下不下来？